平安喜乐要自求多福。人呢，不要走到死胡同。我不是这样在讲吗？每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，在事情发生前，他都不会觉得有意，对不对？直到吉凶显现在眼前的时候，才想到当时为什么如此的决定。所以人的一生抉择很重要，抉择怎么样才会对呢？跟你的福分有关系，质量有关系，见解有关系，逻辑有关系，是不是？人生观有关系。那真的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契机，可以在事前先领略着天地的爱，这就看自己。所以我说有时候啊，步步为营啊，人的每一步都要很小心，而且每一步啊都要谦虚一点。就是你这个抉择是很谦虚的决定的最后的一个 final 吗？还是自己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想清楚弄明白，对吧？你有时候往这个东边开车，对吧？说我看到啊，我看到这是东边啊，因为我看到太阳啊，太阳在东边出来的，就搞了半天真的是下山的时候因为是东边西边啊，是不是？但你怎么不知道那个时候太阳下山了？会脑袋昏。你说导师怎么可能早上是太阳升起，傍晚是太阳西下，我怎么会弄混？早上跟下午还会弄混。我跟你讲，事情都不要讲得太笃定，人要有谦虚的心，积极的求证，随时做更新与矫正。因为谁都不知道你这一步 踏下去会不会是空的，踏下去 一不小心扑通翻个跟头，你到时候怪谁？怪自己吗？再回头一百年生，你说会那么严重吗？不知道。世间上事情可大可小，很多事情没有经过你不知道，经过你才说哦原来如此，但是那是已经人去楼空，就是这样。听到我讲这一段的学员呢、啊、你没有这种经验，你要知道有这种可能性的发生，要为自己预留伏笔。遇过这种经验的学员，你更加的提醒自己不要再走错路，再回头像从前那许多不堪的日子。人往高处爬，是不是？不突破又回来了，回来了后面你得到什么呢？所以要想清楚弄明白，一步踏空，一步错就步步错。所以我们修行，好，我现在在说红尘跟修行绝对不会分开的，所以你的每一步在红尘中的显现都是提醒你各种可能性的契机。